减压表，然后根据主机后面的这个标志分别连接氧气氮气，中间是那个连接这个燃烧筒，接上电源，然后将这个氧气氮气的这个出气压力调至0.2，然后连接这个燃烧筒，先放入这个出气分布板，然后放入这个不锈钢，然后这里面倒上那个玻璃珠，放上再放上这个不锈钢筛网，插入试样夹，这里面有试样，然后套上玻璃桶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仪器的第一次使用需要校准一下氧传感器，校准方法是先将氮气这边关闭，氧气压力调至0.2，然后调节流量，使流量保持在10，然后调节满度，使这个显示器的显示的这个数字调至这个99.2，这也就是普通工业氧气的这个浓度，99.2至99.3之间，然后减小这个氧气流量，氮气这边压力也是调到0.2，然后您就可以调您需要的这个氧气浓度了。注意调节的时候，这两个流量阀要同时调节，使它这个流量始终保持在10就可以了。